韩国瑜到了内门发红包，拄着拐杖的阿嬷弯着腰驼着背也要来领市长的红包沾沾年味。韩国瑜一见到阿嬷完全是同病相怜。走路慢慢来，但自己发红包动作可不能太慢，每每发一次红包鞠躬点头至少都要1000次，让韩市长的腰实在动不掉，助理跟在身边也要特别照顾，双手扶着韩市长的腰，让他发红包可以稍稍舒缓腰痛。晚上回家之后，这个护腰任务当然变成市长夫人来接棒照顾。一直这样受伤的话会影响到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功能。对啊，你想太多了。好，开玩笑，腰的确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。嘉芬姐有帮您按摩一下？有按摩，有按摩，但是腰太痛了，对我们这种男人来讲会影响洞房花烛夜，你知道吗？忍着腰痛，韩国瑜还是不改幽默本色，大开自己玩笑。看到大排长龙等着拿红包的民众，当然不能含苦，依旧继续把腰玩下去，因为大家都想看到韩市长本尊。但二号之后，韩国瑜发红包行程也将告一个段落，因为市长也要准备好好过年，和家人团聚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养伤，把男人最重要的腰在春节休假期间把腰照顾痊愈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